瑞普提，换做我，我会一次搬两个。不对，一次搬三个一起放。哎呀，看来这个工作真的不太适合你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能做好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你们好，小军。 你们能告诉我你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没有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哎，好吧，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哦。我去镇上一趟，在这期间你要把这里的工作干完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特里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真的吗？ 特里教瑞普提干活的时候真的特别严厉，不允许他有任何的失误。我还听说瑞普提之所以从淘淘超市辞职出来，也是因为他业务不熟练。还有过这样的事啊？哎呀，终于搬完了。这么快就没电了吗？怎么办？要想把这些全部整理完，还需要好久呢。 瑞普提，百洛阿姨来了。瑞普提，你在哪儿？是蓝年，我走的吗？已经走了吗？不要！不要！好了，安保系统启动。百洛阿姨，百洛阿姨。 这可怎么办？仓库怎么关门了？不会这么快就放弃了吧？是来救救我！瑞普提，是你在里面吗？是，帮帮我，特里！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出大事了，小军！ 瑞普提好像出事了，他困在仓库里面，但是怎么叫他都没反应。别担心，特里，瑞普提不会有事的。安巴，你能解除保安系统吗？我试试。好了，珀利。好，我们快进去。嗯。 瑞普提，醒醒点了没有？大家怎么都在这里啊？哎，我刚才在仓库晕倒了。昨天收尾工作确定做好了才走的吧？当然了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材料都被雨淋湿了。
看来昨晚风刮得特别厉害啊。这可怎么办好呢？本来就刻不容缓了，还出了这样的事，火车站好像没法按期完工了。彼得先生，我和布鲁诺现在就去材料工厂去取木材。对，只要能把木材尽快运回来，完工是没问题的。过了那边的隧道就是材料站了。隧道禁止通行，怎么办？走青蛙大桥吧，现在走那里最快。怎么办？这样下去又会迟到的。不要太担心了，不会太晚的。不行不行，就算晚一分一秒也绝对不行，再快一点。知道了。大事不妙，禁止通行。走青蛙大桥吧，现在走那边最快。好的。快来。等一下，不能过桥。朋友们，对不起，能让我们先过吗？我们赶着去参加竣工庆典呢，已经迟到了。能理解你们，可是我们也得尽快过桥啊，现在得立刻取木材回来。我们真的很急，如果我们晚了，竣工庆典就会搞砸了。现在重要的可不是竣工庆典，这样下去火车站就没办法如期完工了。对我来说，竣工庆典更加重要。对不起了，我们必须得先过去。特里，往前站。不讲理，快回去。我们快点过去不就行了吗？特里，快点。根本就走不快，桥太窄了，搞不好就卡在桥上了。这样下去得在这儿过夜了。不行，邓布，跟我来。去哪里？特里，我们是在往前走吗？再快一点啊。在走着呢。他们这是去哪里啊？他们想干嘛呀？不会是想跳过去吧？呀、好了，成功了。布鲁诺，等我。瑞普提去哪儿啊？帮帮我，瑞普提。等一下，来抓住我的手。怎么办呢？什么事，小娟？邓普、布鲁诺、瑞普提在青蛙大桥附近发生了事故，请所有队员马上行动。是。这边！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帮帮我！大家不用担心，马上就来救你们。罗伊，准备起重机，其他的人全部跟我下去救援。好。是啊，心里越是着急就越是容易出事故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们事情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不管怎样大家都平安无事，这是最好的。真是太对不起大家了，我如果不耍那些没用的脾气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瑞普提，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明明知道你们的情况，可是还不理解你们。是啊。火车站竣工仪式把大家都弄得焦头烂额呢。彼得先生，我们帮您一起施工怎么样？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干，说不定能按计划完工呢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也尽力帮忙。请在开头帮我写上致亲爱的挚友瑞普提。
然后呢？上次事情都是我不好，请接受我的道歉。还得告诉他你不是故意的。对，我不是故意扔下你不管的，我真的是忘了。不过我一想到你的伤心难过就自责不已，这样写行吗？好，好，太喜欢了。在后院里挑了一颗最漂亮的花，种在花盆里了，他会喜欢的。太谢谢你们了。不客气。总之，这次真心希望你能和瑞普提和好如初。嗯，我也希望如此。那我走喽。再见，麦克斯。瑞普提，吓我一跳！你在等麦克斯吗？我为什么要等他？他即使来了，我也不会接受他的道歉。是吗？瑞普提，看哪，麦克斯又来了。哪儿呢？真的呀！我赶紧去仓库待着，你可不能告诉麦克斯我在哪儿啊！记住了。真是。你好，特里。你好，瑞普提可能在仓库呢。谢谢你，特里。那我就慢慢开始我的工作吧。朋友们，帮个忙。好的。瑞普提，你在里面吗？找到了，瑞普提。我不想理你。哼。瑞普提，你为什么老找我？真烦人。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不好，你怎么说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瑞普提，拜托。小心，要小心。不用担心，这么点东西。糟糕，得赶紧叫百乐阿姨过来。看吧，都让你小心点了。就是你有个奇怪的毛病，那就是不听别人劝告。我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。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拜托，别生气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别跟着我，再跟着我我就卖火了。拜托，瑞普提。我说了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救命啊！海莉，罗伊，你和我去救麦克斯。好的。快点！海莉，这儿。快点！麦克斯。麦克斯，现在可以放心了。得救了。我们准备好了。好，大家出发吧。一颗星，两颗星，
三颗星。马林啊，瑞菩提，你在干嘛呢？数星星呢。为什么睡不着吗？是啊，今天很奇怪，就是睡不着。可是瑞菩提，你不是去野营了吗？等一会儿我再去。马林，你闭上眼睛吧，我给你唱摇篮曲。你是觉得对不起我才没去露营地的？好吧，那就哄我睡觉吧，我睡着了你才能安心的去露营地呀。那我唱了。睡吧睡吧我亲爱的马林，做一个美好的，我真的困了，谢谢你瑞菩提，我睡了。哦，快来马林，马林马林，快来呀。哇，太漂亮了。马林睡着了吗？哎呦，可睡着了，看来还做了个非常幸福的梦呢。朋友们，开始行动了。好的。再来一点儿。好好的，下来吧。到底带谁来呀？这么晚了还不来？帮帮忙！天哪，那是怎么搞的？朋友们，小娟，我们刚刚巡逻完，正在前往露营地。先别说这个了，刚才海莉来电话说特里和马林在云坡出事情了，现在请大家马上赶往那边。知道了，大家快一点。嗯。绳子要松开了，马林，再使点劲儿！这肯定是在做梦吧？大家再坚持一下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大家快点！都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安爸，没事吧？真的是太惊险了。什么？那大家在露营地里等的特殊客人就是马林吗？我听马林说，他从小到大一次野营也没有参加过，所以就想带他来看看。原来如此。对不起，马林，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没事，虽然去不成露营地，但是你们的心意让我感到幸福极了。这样看来好像我们又有了一项新任务呢。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吧？哇，我竟然能穿行于丛林，原来这个就是山谷啊。太好了，马林终于可以去露营地了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尽情的看吧，马林，这里就是布鲁姆斯森林。真是太感谢了，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山呢。马上到了，前面就是我们的露营地了。太帅了。快来，马林。虽然晚了一点，可是跟我想的一样，今天的露营最漂亮最特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马林也来到了这里。马林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竟然能有如此奇妙又梦幻的经历。露营地比我梦里看到的更漂亮，谢谢你们。别客气，我们跟你在一起也很高兴。看那里流星。